章鱼小丸子。哇，谢谢么么哒。红队的队员一人拿一个，然后去问一人拿一个。好多芥末，好多芥末，好多芥末。好绿啊！天哪！我觉得我还是来来来来来，这边这边，静怡静怡，来 come on， come on， 有点不忍心下手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超级绿，这个超级绿，真的，快快快，好可怕！啊！不忍心下手，我的天哪，这个好饿啊，真是。好吃啊！是吗？真的想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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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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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洗！不要抓，不要抓！有水吗？有水吗？有没有水？有没有水？好吃，你看着就好吃。耶！怎么就走了？你们不要走啊！他们都走了，他们逃走了。啊！来来来！哇！你是第二个。啊！哦，我还想吃。哇！好好吃，这个味道。我刚刚有点这样，好吃，好吃，这样，前面也是这样。那边。不会，我们队的，你看我们队的这两个人后背多好啊！不要客气，快快快快快！啊！耶！全部吃完。这真的是节目组逼我的，我以前一点都不喜欢吃芥末，我也不吃芥末，我也不。不会吃芥末吧？因为它只放了一点点。三次芥末，我的超多，头皮麻了已经。脸都红了，有镜头，有镜头，有镜头，我好不容易长了点大脑，突然被辣死了，我的智商被辣惨了，辣高了，辣高了。这就没了。我吃了比你还辣三倍的，我吃了比你还辣三倍的。然后我没嚼就喷出来就辣了。对啊，我也嚼没嚼就辣，然后喷出来，然后就辣了，辣了一片辣条片，还有病吗？我也是，我感觉到了地狱，哎呀，我仿佛看到了地狱的景象，第一次感到了死亡，知道了。我也是，我感觉到了地狱，我感觉到了地狱，地狱，哎呀，我仿佛看到了地狱的景象，第一次感到了死亡，知道了。你演技手感，金马奖可以，下届金马奖女主角。好吃，眼泪都要出来了，太激动了。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。他们画风不一样，不是很合。
为什么？